什么都要点唱吗？有吗？没有哈，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任何点单，那么我就安排了，听了一下啊，这一首歌呢，时下流行的，那么我带来一首呢，我本身很喜欢的，在小小就唱了哈，来送给大家这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让你们回味一下好不好？OK， 来送给你这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你们会不会跳恰恰？因为你们在忙着吃饭，对不对？那我唱我跳了哈。OK， 来，《往事只能回味》来送给你们。啊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，可以留言给我们每一位歌手哈。我这样子摇一下，你们都知道我是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大姐你好聪明。